所以老師話中國會出解放軍，我最尾嗰節都會講咧，係100%，係杞人憂天，係 bullshit， 呢啲係咁樣喎、啊。我完全唔同意，我唔敢話佢評論渣，佢有佢嘅分析。但你由睇呢個脫歐，佢話不會脫歐。佢睇個美國總統嘅選舉，特朗普輸硬。我由初初共和黨初選，特朗普報名，我話呢條友贏硬。我都話佢贏硬，特朗普脫歐，英國脫硬嘅時候，同埋英國係會硬脫歐嘅情況，依家都80%啦。嗯，咁睇下邊個會中咯？佢今次有。